来归期。老李陪哦，安尼我就较放心啊。爸，你莫遐尔紧就放弃了。其实这件代志真简单，只要婷婷会当清醒过来，所有代志拢解决了。即马上困难的问题哦，就是讲要安怎样啊，让婷婷清醒起来啦。咱亲人啦，陪在身边啦，吃药啊啦，注射啦，这都拢无效啊。啊，是世间上有啥物人有法度让我婷婷清醒起来？我有请破坏病的医生给我介绍啦，找一个国外精神科权威来治疗婷婷。有顶摆啊吼，婷婷哦送一间病院去治疗吼，嘿，我对这精神科医生哦一点啊信心都拢无啊。啊，不过听讲这個医生哦确实袂歹呢，伊伫个国外医好真侪像婷婷这款的患者，而且伊医疗方式也真特别，伊拢是甲患者来做朋友，真有耐心，慢慢了解医生过来的想法，再来对症下药。名声好吼，迄无重要啦。是要咱用讲对婷婷的病情吼有帮助，这较要紧啦。好，罗医师啊，啊，这位婷婷先送去倒一间病院治疗。病院主任在家。爸，你是安怎？你家提我。那又是一间。我走啊，看你通走到倒位去。哦，王太太啊，欢迎欢迎。一定，歹势啊，过来给伊交流。好，啊，不会不会，哎，赖长啊，哎，咱真正不只爱无言呢，啊，这么紧就见面了，啊，哎，请坐请坐。一定，啊，我天天搁送到你的病院。是啊，全台湾下届疗养院哦，啊，拢总无几间啊，啊，青春期精神问题的患者。拢是送来阮家强制治疗，其实哦，阮是真专业的，啊，偏偏啊，都是有一挂人唔相信啦，啊，浪费时间又去替阮找麻烦。伊对，啊，之前阮爸爸会甲婷婷抓走的，啥物原因？我相信你心肝嘛真清楚啦。我是希望讲，既然有缘，带来好好配合。病院若是有啥物需要，我绝对袂亏待你。我刚希望讲，你对婷婷也较费心。王太太，有一挂代志啊，我就爱先跟你说明一下。这发现上来啊，甲家己的患者这个无同款，阮就爱遵守规定。啊，不过啊，你放心，应该做啊，我一定照规矩来。啊，进前婷婷伫个病院遐一挂遐贵宾去的待遇啊，即嘛恐惊拢无法度这。你若果继续哦来欺负婷婷哦，我原来同款袂放恁煞啦。赖上，啥物叫做欺负？徛在阮专业的立场哦，遐是强制患者接受治疗的必要手段。你，一定，请你体谅阮做家属的心情啊！希望你对婷婷加出个爱心跟耐心。我都有讲过啊，病院若有啥物需要，我绝对有通甲你做甲到。王家有钱有势，以后一定用会着。啊，是莫甲张平母个心歹看。哦，啊，既然王太太拢安尼讲啊，吼，你放心，我会交代落去。啊，对婷婷啊，会加照顾一丝啊，吼。多谢你。来，阿叔，我来看婷婷。等下，强制治疗头一个月，哎，拢袂当免费，除非你有法院的公文。敢袂当通用者？哦，这是法院规定的，哎，我无办法啦。啊，人在恁家，看一下敢袂安怎样啊？哎，赖上，这规定都是规定嘛。
啊！你这是超过伊咧未来的嘛？赖生，我才有讲这资料，所有的规定，这发言上来，内面写得清清楚楚。啊，你若不相信，我来当摕互你看卖。哎，这边麻烦啊。哈，白麻烦啊！这内面啊，不过几啊十页尔，啊，你当豆豆啊去，大家啊，起码甲代志先讲互清楚，较免以后有搁产生误会，吼。来，真是免啊！啊，我想要请问你。 那恁有定时当去停停？第二个月开始，一礼拜会当变回一届。院长，啊恁安尼做，敢无想过恶习啊？爸，我来先来转来。我是袂放心停停啊。即摆天天伊在家，咱哦该去转都无什么好处。院长，无我就先告辞啊。 早啊，早啊！哦，我那是真开空气，靠！哦，哦，哦！哎，佩奇啊！哎呀，查某囡仔人无你嘛较优秀嘞，无快去即马阁嫁袂出去。嗯，我嫁袂出去，哎，我若是想要结婚哦，凭你查某囝条件，上少嘛爱全台湾排前十名的好嫁人才有机会。 现在吼，拢六七十岁啊啦。身高不是距离，年龄不是问题。哎呦，好啊好啊好啊，明去洗洗，通啊食早起啦。啊，好啦。呼。哎。事前因财务状况不佳，经传跳楼的天马企业前董事长王胜志，经过多日训练，及机智的复原。 王胜志将于今日住院返家休息。哎，佩奇啊，你伫遐内底咧创啥啦？妈，我两日要赶去台北啦。啊？要赶倒去台北？嘿啦！哎，哎哎哎哎，哎呦，咱伫遐赶紧啦。哎，王胜志，这个名来真熟。 是啊，哎，啊！你是什么代志啊？才赶紧要等去谈吧。嘿，哦，我想想着，有甲一个金主要要讲生理啦，哈。哎，我你嘛等问，食了再等你。袂赴啊啦，我先来走吼。爸，我你刚才在来看你哈。啊，我看哈，又阁是要去联系干爹啦。嗯，等去以后嘛是要注意。 尤其是颈椎的伤，爱好也保养，若无必要，请妈妈通甲颈椎摕落来。哦，医生，多谢你这段时间的照顾。莫安尼讲啦，这是我应当爱做的。爱记哩，定时等爱病愈复诊，过几一段时间，就会当完全复原啊。多谢你。爸，完了。 我听讲王董诶，今日要出院，特别来看伊啦。哦。王董，恭喜啊！多谢你。王小姐，多谢你，免客气。对啦，好多，阿列车修理好啊？差不多啊。 金融主管单位要来领奖。
不要紧，你先把资料准备好势，我先等。经管单位要来抽查，即嘛人拢在公司啊。啊，我咧紧转去处理啊，我甲妈带信息哦，坐客人车转去就好。信息安尼是不要咱坐客人车啦？你敢会当较换车去哈？妈，啊，公司的股票要上市啊，伫迄个时阵哦，处理公司的代志也是较谨慎的啦。 阿公，以后大事要无用，你要去啦，莫甲为难。我有车啦，若方便，我送王董转去。何总，啊，你车毋是阿咧保养厂？我有三台车。哇，那恁妈呢？别客气啦，小可代志。爸，我先转去公司。 小弟要出院啊，我安尼无闲当无闲使。何小姐，实真歹势，我头先去弄着你的车，啊，即嘛算麻烦你。袂要紧啦，我甲王董也真有缘，就愿意交这个朋友啦。啊，无安尼，恁小准备一下，我去把车开来大门口。 进来哦，爸，进来哦。哦，真好，真好，真好。啊，对，今麦去哦，伊过去就专心的开始啊嘞。好好。先坐落来，先慢慢讲啦。谢谢你哦。哎。稍等，稍等。小姐。唔免麻烦啦。医生有交代啦，你坐姿势吼，一定要瞧好。来来来来，坐，过了过了。啊，真济啦。 多谢。别做，啊，这位小姐是？啊，这位就是那位何小姐。哦哦哦，何小姐，我性情张扬啦，歹势歹势，还过安尼哦，我你去修理车。车修理你的就好啦，人较重要啊，啊，加在王董的哦，八字有够重啦，啊，人咧讲。 待人不淑，必有后福。我相信王董的以后一定就福气的。是啊，是啊，是啊，是啊。哎，李叔啊，啊，性子啊出呢，哪会讲麻烦何小姐？哦，拢是姓天啦，讲公司有要紧的代志要办啦。刚才吼，有何小姐专工送阮转来。何小姐，很歹势呢，安尼麻烦你。莫安尼讲啦，我甲王董的真有缘啦。 伊会当平安出院，我嘛感觉真欢喜啊！星星，你腹肚会枵未？我来灶骹煮一罐物件。免啦，妈，我来煮啦。我袂枵啦。哦，我想王董会拄出院，需要休困啦，啊无我先过时啊。你无爱搁坐一下？免啦，啊，林刚，我才来拜访。 辛苦你哦，免客气，再见。阿婶，请客。你两个人住伫遮吼，无人照顾，我看我搬过来，甲恁做伙住，我较放心啦。哦，好啊，好啊，好啊。信子，啊，你的意思咧？拢好，为着哦，莫叫我搬去甲阿兄住就好。 今嘛我已经无公司啊，迄个老高，阁无老半项，刷落来，一定要甲王家的人好好交陪啊！阿爷，阿公，你过头啊！
何小姐，相信哦，你已经接到银行的通知啦。你等我哦，拖先久啊啦。我哦，决定要把这间厝收回来。通知？什么通知？我无收到啊。无收到啊，无要紧啦。反正今仔日就要查封这间厝啊啦。恁银行真正有够无情啦！爱我搬，嘛爱给我时间啊。人别间银行都被做到这尼啊绝啊，以后。 咱卖来往，嘿，像你信用这摆哦，阮银行啊，无可能阁借钱予你啊啦。哎呀，拜托啦，我已经找到金主安尼，阁一礼拜一定总清。嘿，总清，嗯，我甲你讲啊，我无迄个阴间，甲你对咱无啊有过，要清今仔就清。好啊，有才调，做伙甲我清出去啦。 你唔是拢看起啊？嘿，迄厝衫你几个月的薪水拢买袂起的啊？啊，你的家伙，剩这厝衫较值钱哦。我上值钱啦，你要怎去无？哈？我今日就让你有老无处。 天无绝人之路，总有一天，我一定要把这几栋厝拢买下来。圣旨，你起来。啊，这是要想要食啥？妈来煮。不要了。你伤还袂好呢，都要食较营养的。我先来传早顿。 小等下去市场，我要大骨转来控汤。妈，我走。老早。啊。你是有倒位无爽快笑？无啦。妈，阿姐啊。爸，阿婷婷即马是去倒兴疗养院啊？嘛，同款较早已经啊。 还阁特别紧啊！迄间根本就无法度好照顾婷婷。那我倒啦，啊，法官来讲吼，迄间吼较有法度，但我确实掌握婷婷的病情啊。啊，婷婷即摆内面到底是几间安怎？唉，我甲丽珠遐看啦，这个院长哦，就听我讲要为难的，我也往甲婷婷见面啦。喂，我来看婷婷。你的身体哦，还阁需要静养啦。 婷婷，我们甲婷婷接转去厝。王大伟，我相信你应该知影。啊，恁查某囝已经叫法官裁定，伫个本院强制治疗。伊即摆的身份哦，毋若是病人，还阁是烦恼，无可能互你讲啊，要带转去就带转去。不过婷婷还阁有详细机会。哎，等详细的结果出来再讲啊。婷婷，慢咧，因疗养院。 根本就袂当予婷婷适当个照顾，干那还要甲爸灌药熬食，予伊病情愈来愈严重。唔免讲话来危险嘛，吼，讲话着爱有进步。院长，请你用性情哦，甲婷婷见一面，阮绝对袂予你失礼。嗯。啊，不过，甲病人见面个时间是真宝贵哦。这我知影。 啊，不过王董个即马情绪遮尼激动，
我今日去影响到别人啦。哦，袂啦，袂啦。伊娘，歹势，拄才开始咧。按我依法依例，我拢有权利建议你。假使讲你若真正认为无适合，阿玲，我当请法院裁定第三者来做精神鉴定，看婷婷是毋是真正无适合见家属。而且若搁上诉，我会根据一点，也请法院甲婷婷判予北京疗养院来做治疗。我想，安尼对大家拢无好。好，安尼就予恁啊十五分钟的时间，请请。多谢。邱弟姐啊，阿恁阿公甲恁爸爸来看你啊，去过啊，婷婷。婷婷，爸爸来看你啊。婷婷啊，我是爸爸。一定，哎，婷婷呢，拢无要插人。哦，这是一种解离症状，真平常啦。进前就毋捌安尼咧。啊，进前你著要甲带出去，啊，伫咧外口受到真侪刺激，所以毋则病情会愈来愈严重。婷婷，婷婷啊，阿公啦。阿公来看你呢，婷婷，阿连阿公你也袂念哦，婷婷啊，你到底是安怎？你紧甲爸爸讲话啊！婷婷无伫遮，婷婷无伫遮，婷婷无伫遮，婷婷，王先生，莫甲话大声，伊会惊着。一定，我今日等候等到吼，跟查某囝讲话。好啦，一定，小拜托者，我先小讲话一下。好啦，啊，不过为着安全起见，我会伫咧门口挂条的，吼。娘姐，我来外口，有代志才好话。有啥物话要甲爸爸讲的？趁即摆拢无人伫的时阵，紧讲。你放心啦，爸爸会保护你。你甲爸爸讲话好不好？你莫讲伊伫药，你坐好啦，爸爸要甲你讲话啦。我一定接你回去，袂可你一个人孤孤单单啊！爸爸以后嘛袂可想袂开啊！不管我还阁拄到啥物打击、甲无聊，我一定会真勇敢活落去。啊，等你清醒哦，爸爸一定会你过上幸福的日子。啊，不管你要做啥，爸爸拢会阻止你，好不好？爸爸嘛会甲遐海南岛海甲遐尔凄惨落的元凶，人全部抓出来。这种是用根子，甲带进跑因海，将来要甲咱所失去一切全部讨回来，叫遐海内人拢来付出代价。
子已经要过去啊。娘，千万爱记爸爸跟你讲的话，一定要赶紧好起来，知无？下载下载啊！李亮，多谢你帮见你，啊，希望下一遍，你咪当方继续方便。大家互相啊，哈。其实啊，产业天这种病人啊，正是应该好好伫个病院内面接受治疗。那出去外口拍拍照，哎，病情一定会更加严重。啊！这边啊，不是有人通知警讲，讲婷婷的下落去，来带转来。啊，唔知伊伫个外口，阁会了出什么代志哦？你是讲有人通知警讲去抓婷婷哦？是啊，啊，警方有来问过啊，讲伊是毋是本院的病人啊？阮才知影发生这种代志啊。啊，敢知影什么人去通知的？哦，啊，李委员，李阿姨哦。听讲啊，伊甲恁兜嘛真熟，莫怪伊会遐尼关心婷婷啦。叫阿爷，但你身体都还袂好咧，无必要安尼啦。爸，这口歌先吞袂落去。先等下再搁讲。我紧。静姐。静姐啊。好啦好啦好啦，你敢要去哦？我来载你来。唔免啦，我未到迄个地步，连叫车都需要人斗相共。既然敢要去啊吼，我顺便来替婷婷吼讨一下公道咧。你等下等，我叫车。到底是安怎？连争取叫一个计程车，拢还一个老大人来替你叫。你等我一下，兄弟，冷静。爸，我家来。边吹了呗，继续吹。来来，加油强！我告诉你，对不对？本来想加好好的行路，我怎么破病了？说连我四肢看到我都惊。啊你！哎呀，对，卖妈卖妈，煞不知病大不落，特别要等来厝。好了，我今日渐渐做伙，无想要跟你玩。像话啊，你是真憨呢！你也不是不知影跑步即卖身体，就算伊唔肯答应，你敢袂晓硬甲留落来哦？你即卖是咧骂安怎？你骂像话，就等于是咧骂我，你知影？是啊，跑哥哦，今仔真正是心情真好啦，讲想要回来看咧，我们才甲朋友千半眼甲台湾甲载回来。即卖你连救命挂伫倒位，都阁无消无息。你心情够好起来。哎，我刚才想到这边的选情哦，罢兵动算哦，我真正我心灰意冷。这病院我都住会落了，但个病院是要安怎庆祝？当然嘛要回来厝的。啊，像个啊，我袂用去饮酒嘛吼，我去泡茶，泡一杯来饮的啊。好，好，我来，我来。好狗，敢一定遐遐尔搞怪哦。是啊，
豪哥吼，伊会这么搞怪吼，是因为伊惊小木啦，唔才定来做出吼一寡吼引起咱大家的注意甲关心伊啊。嗯，你哦，真正是食老如囡仔性。哎呦，水某的，你咱讲真的哦，我即马在想你在选情哦，比想我在赶工的代志哦，时间开搁较侪。啊，倒一件下来，我倒搁像在讲。虽然讲我咧赶工已经袂记啊，也毋好想着我倒来替你徛台拼选举，我无甲你骗，真正个。啊！我蔡进宝这世人哦，有价值啦啦。所以咧，阿玉啊，你爱答应我一件代志，无论我蔡进宝是生还是死，这边你一定会选落掉。真正是我蔡进宝唔捌过，感觉讲你有法度做立委，拢是我蔡进宝咧指引。不过最近咧，我咧知影讲。我这个水某真正是有才情，你的立委做比我较好嘞。我娶家，我都娶到参照你安尼的新妇来做某，我无甲你骗。哦，真正我公众有做，所以阿哥才较拼。上好上好娶家，子孙会当吃三代，有听无？你公众有做，等你身体好起来，家己去做啦。这样你要当个助理。我答袂起。这我讲你会用的，你就会用的。但你是咧烦恼啥？啊，你就是现代烦恼化，注定这世人就是大夫出征了，知道吗？阿哥，对了，第二个。哈哈哈！我今次是啥物情形啊？啊！哦，我前一阵啊听人讲，有足悬的所在跳来无死了。哇！即马阁竟然我在咧清门大火，走来我这咧甲我呛住，会惊咯啊！哈！这天公伯啊，真正我无目睭了，那目睭脱汤，竟然去指引你这种人。无人去甲你讲话啊！嗯，你爱叫我问你，你讲警察去骗伊啊？是毋是你做了袂啊？恁早嫁，互人掠去小便宜，关我什么代志？大玉啊，院长拢甲阮讲过啊，但你嘛无安尼，婷婷敢唔去还你哦？无恁阿这么恶毒安尼，你我去安尼害一个安尼精神无正常的人啊？赖嫂，你莫人讲真影，恁就生一个囝。你还讲唔承认？无唔对啦，就是我蔡进宝叫阿娇啊。叫人去抓迄个小宝抓起来，无像恁即摆是有意见说。豪哥，等你即摆是咧惊啥？一个老的娶一个半残废的，等现实会当安怎？啊？赖尚，唔通安尼插甲恶人。迄是恁婷婷咧诱拐阮大炮，害阮大炮放弃伊的前途，两个要相娶走。啊，不，等即摆是安怎？我听你咧放。我哪有可能和阮家婷婷，甲你的精神两个相差早？没关系啊，你是无可能，也毋过你身躯边的人哦，要利用大炮对婷婷的痴情，要代替你这无路用的卡小的老爸，去照顾婷婷一世人。王兴奇，你嘛卖怪我会安尼做，你唔甘你的查某囝，互人送去小人院，我嘛唔甘阮娶人院的后悔，去毁掉伊一世人。总共一句，阮农家今日变成安尼，拢是恁蔡家害。婷婷所受的折磨，我会全部算给恁头壳顶。白目子，你嘛较拜托的，你家己看伊家己，即马连出门都爱一个老的给你顾着，你到外头出门，你是病倒一点要来阮家，来找我报仇啊？阿婆，我等你剩一条命在拖呢，吼，敢着安创敌人这下啊？赖尚，你做你放心啦，我蔡进宝不要衰笑啦。就算讲我蔡进宝真正要双脚两蹄，我不甲你骗。我阁有一家大细，听我送我蔡进宝上山头。啊，你看恁爸偌钱？哪有啥？因若真正要双脚两蹄，我不甲你骗。摕到去棺材内面，迄个起痟的婷婷，
搁在么个棺材边啊，凡事搁在么个修什么一山一山两金桥啊！哦，桥哥，好啊好，你的身体先顾好好啦，莫甲因计较啦。我这看到我这个万年死对头白目子啊！我规个精神拢来啊！安尼好，安尼就对啊啦！哦，我无甲你骗啊！就算讲我错进嘛，真正嘛，嘴阁甘一口气，我无甲你骗。恁爸若是看到你，我就要甲你修理啊！无当你是要安怎？嗯，错在吧？我真不知影天公伯啊，老赖是要从啥？就是爱我亲手制裁你这笨手！你若较拜托，你唔免讲甲遐尼好听。你家己甲看卖咧，啊！你看咧，即世人有偌尼啊了然啊，连要跳楼自杀都未死，都未成功啦！哎，那天公伯留你落来，不是叫你来甲我报仇啊？你敢知伊留你落来是要创啥？你敢知？伊是要看你家己，你即世人偌尼啊悲哀啦！要创啥？要叫你往死！安怎？我听安怎？好啊啦，好啊啦！恁两个安尼哦，冤了世人安尼，冤袂煞啦！恁哦。那么这辈不活了去哦，恁这时阵哦，拢会恁拖累着啦。赖总，只要恁的小伯莫来搞阮大鹏的高高低，我无甲你骗，我无可能会去欺负一个半残废的人啦。错在吧？你着保庇你赶紧找着官哦，你着爱好好留在这个世间。像你这种歹星哦，都爱好好活嘞，等我来甲你定定个死。吃了个大碗。讲你了然就真正个了然啊！啊！啊！事业失败就要跳楼自杀咯！切！真正要够悲哀嘞！哎呦，你也听我讲，无论如何，你这边的地位一定要选了条听。我蔡进嘛绝对要看这天马甲天神安尼规个帮派，我死巴得还亏啊！豪哥，豪哥，你来干嘛？那要紧，那是惯习惯习，那爹嘛讲话讲个就头咧晕。爸，是啊，迄蔡进宝讲，杨建奇要甲婷婷两个人相撮走。有见钱，哪有机会去见到婷婷？谢谢谢谢。这样是我的意思啦。原本我是讲哦，我见钱带婷婷走，安尼婷婷就免让送去病院啊。啊，本来知影讲哦，最后会变成这款结果。根本就不应该让见钱带婷婷离开。啊！迄段时间哦，你伫病院，我确实有哦，无法度通要照顾婷婷，毋则就要靠建志来斗三工。斗三工，啊！伊会当斗三工啥？伊敢会哦？平常个小病哦，愈来愈严重。建志啊，你听我讲者啦。这段时间哦，我嘛有咧安尼观察建志啊。这个囡仔哦，确实是有心要来赎罪啦。啊！伊嘛讲哦，真心哦，伫爱婷婷啊。所以讲。我唔只系点头，爸，蔡家个余家辉啊所讲话所做嘅代志，拢是有目的嘅。啊，你到即摆佫看袂出？那安尼我问你，建奇啊来放弃了伊家己嘅前途，啊来专心照顾婷婷，对伊有啥物好处啊？迄是因为伊要控制婷婷来报复我，报复你哦。啊，你当时哦，你就无爱婷婷啊，走去自杀，啊，那就需要荣誉嘅精神来报复你啊。正是啊，莫将人的好意哦，当作讲大家拢要害你啊！啊，不管安怎，婷婷叫廖登小病，这拢是蔡家医口杂人之术，这是事实啊。搁再讲，啊，今摆恁也愈关心婷婷，婷婷的病就愈来愈严重。啊，你安尼讲，连我你也咧怨惨咯。我无这个意思啦，爸，我只是讲哦，以后这婷婷的代志哦。你莫家己决定啦，伊是我的查某囝，安怎做对伊较好，我家己有准则啦。啊，婷婷也是我的查某孙啊。爸，你根本就无法度照顾。你敢想会到讲哦，
甲婷婷交一个外人去照顾。以后婷婷代志哦，交我就好，你也毋是养老啦。哎，爸，你去房间约过来，以后婷婷代志我来处理。性子啊，唔爱安尼哦，你安尼一个万难全家。啊，做假呢哦，全家怨你一个啦。哎，公诶，我姓纪啦，啊是安尼啦。我拜托你哦，去向个检察官求证的代志，你处理该安怎？我真正无办法。啊，你毋是讲你甲处理阮查某囝的案件，检察官真实？啊，我法官都已经判过啦，即摆再找检察官话感情，根本就袂用啊。哼，啊，敢讲阮查某囝，对毋对？爱关了了，已经关到死。即摆就务必哦，你大概关紧好个。过。